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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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二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呢，主要是告诉我们如何的断除不精进，也就是我们要发起精进，那么首先必须要这个断除精进的障碍。这个精进的障碍呢，就是懈怠，就是懒惰。那么吉天菩萨呢，考察了我们造成种种懈怠、懒惰的这个因素，并且呢，提出了对治的方法，比如通过这个念死无常、念三恶道的苦，以及呢，培养自己在修学佛法上的这种就是信心，对治怯懦的这种情绪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思考来帮助我们对治懒惰和懈怠的心理。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三个大问题，也就是如何增长精进，让精进能够得到这个快速的增长。在这一部分的内容里，吉天菩萨主要给我们提供了四种力量。通过这个四种力量啊，可以使我们的这个精进能够得以增长，并且能够保持不退。四种力量。那么这里边呢，这个首先是有一个总说，总的把这个四种力量啊提出来。我们看这个第31个偈颂：为谤有情力，誓言助精勤，信乐心坚毅，放舍心欢喜。为谤有情力，为了承谤有情的利益，也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能够这个就是精进的努力的走在这个菩萨道上，走在菩提道上，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利益一些众生，完成这种菩提道的修行，那
这个齐天菩萨为我们提出来有四缘助精勤，有四种缘，有四种因缘，我们通过这个四种因缘的修习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成就精进，可以帮助我们的精进啊能够得以增长，可以增长。这个四缘也就是四种力量的势力，这个四种力量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介绍这个四种力量。信乐的力量，第一种就是信乐的力量，心坚毅，就是第二种，就是坚毅的力量，放舍，就第三种，就是放舍的力量，心欢喜，这个就是欢喜的力量，欢喜的力量。那么这个四种力量，简单来说，首先第一种信乐的力量，信乐，当然这个是基础。从佛法来说，佛法的整个修行啊，就是立足于信、解、行、证。佛法以这个信为能路，智为能度，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信是基础，就是我们对三宝、对佛法、对这个菩提道、对这个解脱道，就是对这个菩提道的修行，我们充满着一种就是相信，首先是相信，这个相信，当然这个相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就是要以这个圣解为基础。圣解，什么叫圣解呢？圣解就是建立在对这个，就是对佛法的真理正见，我们对它通过学习了之后，我们理解了之后，我们接受了之后呢，我们深信不疑，这个是圣解。然后通过这种，根据这种理解，然后建立的这种信心，这个在佛法里边就是要根据这个，就是正见，依正见建立正信。如果没有这个正见为基础，没有对正见的这种坚定不移的这个理解为基础，没有对这种三宝的功德的认识理解为基础，那我们的这个信心啊，很有可能就是迷信，就是迷信。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信乐力其实呢也是一种圣解的力量，在圣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信乐，乐就是向往，我们深信佛陀为我们指引的这条生命的觉醒之道、解脱之道、转迷为悟之道、离苦得乐之道，我们对它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向往。这一份信心和向往是我们走上菩提道
是我们究竟修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当我们有了这份信心，有了这份向往，那我们就要开始要踏上觉醒的旅程。我们确定了这条道路的选择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选择，最有意义的选择。当我们有了这份确定之后，我们就要坚定不移的这个来去实践，坚定不移的去实践。所以坚毅的力量，坚毅，坚毅就是有坚定的意识，毅就是要毅力，要有顽强的意志力，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具备有坚强的毅力，勇往直前。所以这个坚毅的力量呢，多少还要靠意志，靠意志的力量。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尤其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要靠意志力。我们需要从这种轮回的串系里走出来，我们要走上这个菩提道，我们要克服自己的不良习气，我们要这个努力的去实践佛法，持戒啊，修定啊，这些禅修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上路的时候，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它是离不开就是意志力，离不开意志力，所以要有坚毅的力量。这种坚毅的力量呢，它会使我们在这个菩提道的修行上持之以恒，持之以恒往前走。那第三种力量是放舍的力量。放舍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就是太勇猛精进了，绷得太紧了，有的时候觉得疲惫不堪，疲惫的结果有可能会产生厌倦、害怕，所以真正累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放舍，就是给自己短暂的休息。短暂的休息，休息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但就是关键你对这个休息的理解。如果对休息的理解是一种放松，那就是一种最好的休息。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休息理解为放逸，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就不是修行了，那就是懈怠。所以放舍就是让自己暂时的放松，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呢，然后再努力的修行。那第四种力量呢，就是欢喜力。这个欢喜呢，这个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思维这个修行的功德，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的这种美好的前景，看到了这种生命的希望，心生欢喜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种正当的这个修行，我们内心的迷惑减少了，我们的烦恼减少了，我们可以时常的体会到这份欢喜，所以我们也能时常保有这种心生欢喜。那么这个欢喜的力量，
它也是我们精进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如果没有欢喜的力量啊，这个修行啊，它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呀、啊。枯燥无味，如果枯燥无味呢，就坚持不下去。所以，吉天菩萨呢，为我们提出了这个四种力量。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来修起这个四种力量，如何来培养这四种力量。有了这种四种力量，就能够让我们保持精进，保持精进，畏苦思利益，能生信乐力。畏苦，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想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没有动力，那没有动力呢，我们对这个因果轮回呀、啊，我们做一些观察。这个观察呢，那也就是说，我们想到三恶道的苦，我们想到这个解脱的功德，想到活菩萨的功德，想到这个解脱，想到生命的觉醒，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呢，能够为千千万万的众生带去利益。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候，它就能够能生信乐力，能够让我们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升起信心，升起向往。当有了这份信心和向往，我们就会努力的去实践。那么下面第32颂就是未除惰障故，小时是助力，以慢喜舍意，勤奋真精进。就是为了断除惰障。其实呢，不管是前面第二个问题所讲的所有的这些思维，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它是要帮助我们断除懒惰懈怠。那么现在呢，这里所说的四种助力啊，也是要帮助我们断除懒惰和懈怠，就是精进。我们讲精进，精进的反面是什么？精进的反面就是懈怠，就是懒惰。精进就是要对峙，要战胜，要断除懒惰和懈怠。我们没有懒惰和懈怠，我们自然也就能精进了。当我们掉到这个懒惰和懈怠里面，我们就是不能精进。所以我们不是在精进中，那么就是在懒惰和懈怠中，就是挥斥即彼。所以断除了懒惰和懈怠，我们才能够发起精进。所以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四种力量呢，也是在帮助我们克服断除懒惰的障，就是它是精进的障碍，所以叫懒障。小时是助力，就是小时就是要善巧的这个应用这个四种力量。我们需要通过吉天菩萨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四种力量的建立修习，然后我们善巧的应用这个四种力量。这个四种力量呢，就是以慢这个
喜、舍、意。这个慢喜舍意，这个慢在这里呀、啊，其实就是指的是一种这个坚毅的力量。这个坚毅事实上也就是一种自信的力量，是一种自信的力量，就是喜。就是欢喜的力量，舍就是放舍的力量，意就是信乐的力量，就是信乐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四种力量里边啊，信乐的力量主要是培养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对佛法的因果，对佛法的修行，以及对这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升起信心，升起这个向往。那坚毅的力量呢，事实上主要是要培养自己的自信心，一个是对法的信心，一个是对自己的信心。有的人他虽然认为这个佛法的真理是非常好，佛教这个佛法的所建立的这个法门非常殊胜，佛法所提供的觉醒之道、解脱之道确实是究竟圆满，但是呢他对个人没有信心，对个人去走这条道路啊没有信心，所以培养这个自己的信心，自己在修行道路上的信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坚毅的力量事实上最主要是要培养自己的这种信心和这种坚定的意志力，所以这个是不一样。那有四种力量，勤奋真精进，勤奋要努力的去要断除这种懈怠，然后增长精进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要说的是这个就是四种力量里面的第一种，就是信乐力。信乐力，第一，信乐要讲信乐的对象，我们要信乐的对象。那么这里呢大概有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思维我们未曾除罪，思维我们未曾除罪，就是这个我们要信乐，这个信乐的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要实践的这一条这个菩提道，这条菩提道的修行，就是对菩提道的修行对舍凡夫心发菩提心，走上这个菩提道的这个修行啊，我们要充满着一种信心和向往。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这个就是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需要净化我们的内心的业障，然后呢我们要积累资粮，修习福报，还有呢我们需要去广泛的去度化一些众生，
就是这些呢，这些事情啊，事实上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虽然已经发了菩提心了，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了，可是呢，我们做过多少努力？我们曾经在这个三宝前，我们发愿，我们甚至烧菩提心戒，或者烧菩萨戒，我们发愿，我们要向活菩萨学习。这个，我们立过这样的一些誓言。可是呢，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努力？所以这个吉天菩萨啊，在这里啊，他最主要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就提醒我们，就是需要精进。我们看这个第33颂，发愿意净除自他之过时，然净一一过，悉修一劫海。我们发愿，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已经发愿，发愿干什么呢？发愿要净除，就是我们发愿要净化，要断除自他诸过失。作为一个菩萨的行者啊，我们不仅仅要断除自己的一切贪嗔痴的过失，同时呢，我们还要帮助一切众生断除贪嗔痴的过失。那么这个是我们曾经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发下这样的誓言，这样的一种宏伟的誓言，就是作为菩萨来说，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来说，这是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的誓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远离这些不善的过失。然净一一过，悉修一劫海呀。那么我们要断除这个每一种过失啊，当然作为我们和众生都有无量无边的过失，那我们要断每一种过失啊，可能都要经过一劫一大劫那么长的时间，要花很多时间去努力。你想，我们要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要断除无量无边的过失，那确实我们是需要非常的这个精进。若我未曾有除过精进分，定少无量苦，无心岂无极。如果我不曾做过任何努力，什么努力呢？就是来断除自己的这种不善的努力。我们对断除自己的不善，对自己的这个充满着贪嗔痴的这种不善的心，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努力要去断除这些不善的心理。那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努力，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这些不善的力量，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尽的过患。我们的贪嗔痴的这些力量，这些不善的力量，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尽的过患。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深陷在这种贪嗔痴的这种不善中，使得他们的生命饱受轮回的痛苦。
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呀、啊，我们需要努力，要精进。如果我们不努力不精进，那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不仅仅帮助不了众生，同时呢，我们也帮助不了自己。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思未曾除罪，啊，检讨我们，我们没有做过这个除罪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我们要赶快精进努力。然后再看第二点，思未曾修德，就是我们对于修起福报、积累资粮，我们也没有做过努力。我们看第35个颂，发愿欲促成自他众功德，成此一一德，悉修一切海。我们曾经也发愿，在我们走上菩萨道的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发愿，我要努力的去成就众多的功德。这个众多的功德呢，当然这个功德的这个范围很广泛，包括成就人天成的这些善法啊、功德啊，还有呢这个解脱的功德啊，乃至成佛的功德啊，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这个希望自己能够成就解脱，成就无上菩提，同时呢也能够希望一切众生也都能够成就解脱的功德，成就佛菩萨的功德。就是这是我们曾经发过的誓言，我们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我们曾经发过这样的誓言。那么对于这样功德的修行，我们是需要做很多努力的，成此一一德，悉修一劫。每一个功德的成就可能都要通过一大劫的时间来修行。那么我们再检讨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然我终未生，应修功德分，无意耗此生，莫名太虚气。可是呢，我们虽然曾经有过这样的发心，可是长时间以来呀，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升起要精进的去修习这一份功德的心，就是我们让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散乱调集中耗费，就是我们一直都不精进，没有能够精进的去修习，使得我们的生命呢都是在一种虚耗中度过，所以叫无意耗此生。无意，意就是意义，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和价值，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们生命的正向的成长，对我们生命的提升，对于解脱和生命的觉醒没有丝毫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可能大量的时间都是在为这些不良的需求打工，我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大量的这个时间啊都是在虚耗中度过，所以说莫名太虚气啊，就是真是莫名其妙，
很多人一生可能都是莫名其妙的活着，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都是在一种混乱、浮躁、混乱中稀里糊涂的度过此生。那就是说，就是吉天菩萨呢，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检讨。通过这个检讨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这个要发起这个精进，发起精进，精进之心。然后第三就是思未成修法，就是要思维我们不成修法。我们发的菩提心，我们要走上菩萨道，那走上菩萨道呢，就是要根据菩萨道所要求的这些修行的项目，那根据这些项目呢，一个一个的去努力的修行。可是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呢？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呢？那么吉天菩萨帮助我们来检讨一下，我们到底做得怎么样？无系未供佛，未食喜乐宴，未成依教行，未满贫者宴。就是在长期的这个轮回中啊，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呢，在这个轮回中受苦？那我们检讨一下，原因是什么？检讨一下这个在轮回中受苦的原因是什么？那吉天菩萨为我们这个提出来的，无系未供佛。我们在过去生中，我们也没有能够广泛的去供养过诸佛如来，没有对诸佛如来真正的升起这种广大的供养。未食喜乐宴，也没有对这个僧众做这种事实，广泛的做这种事实的供养。未曾依教行，也不曾老实的依教修行，依教奉行。如果我们老实的依教修行，我们早就解脱了。未满贫者愿，也没有能够就是充满着慈悲的心去搞广泛的去布施这个世界上的贫穷的众生，没有能够去就是因为我们慈悲悲心不够，所以没有能够去广泛的去布施众生。未除布者计，我们也不曾呢去消除啊这种众生。当这个众生啊有畏怯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能够去帮助他们这个解除内心的恐惧，也没有能够帮助他们解除内心的恐惧。未以苦者乐，也没有能够给这些痛苦的众生使他们活得快乐。这种快乐不只是不论是这个物质的快乐，还是精神的快乐，不论是世间的快乐还是出世间的快乐，那么这些内容，那么作为菩萨道的修行来说，都是我们应该要实践的一些项目。从供佛供养僧众，到依教奉行，到这个悲悯众生，以及到以这个佛法
去帮助更多的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那这些修行事实上是帮助我们这个解除痛苦、解除轮回的重要的修行，也是帮助我们成就慈悲、成就智慧的重要的修行。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修行，故为得胎苦啊，即老病死苦，所以使我们在不断的轮回，经历了一种无尽的轮回，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甚至三恶道的。那么这个呢，都跟我们对佛法的这个实践不足是有关系的，实践不足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 佛陀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择恶修善、转迷成悟这样的一个一条道路、一条生命的觉醒之道啊，我们要升起这个信心，升起向往之心，就是努力的去实践，努力的去实践。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关于这个第二点，讲到信乐的重要，就是信乐的重要。从昔至于今，依法为信乐，故遭此困乏，随复舍信乐。就是从昔至于今，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从无尽的轮回，一直到现在，依法为信乐，因为我们对法没有能够真正的升起信乐，相信、向往，就是我们对法缺少信任，对法缺少信任，所以使得我们呢，故遭此困乏，所以使得我们一直在轮回里边流转，一直在这个三恶道里边，一直在这个轮回里边，一直备受这种无明和烦恼的折磨，以及呢，因为无明烦恼贪嗔痴造下的种种业，使我们会不断的出入于三恶道之中，不断的出入到三恶道之中，所以故遭此困乏，所以我们才有这么样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啊，才有这么这样的有这么多的困扰痛苦。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佛法，没有能够这个找到佛法，或者说我们找到佛法了，我们没有能够按这个佛法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解脱之道，我们升起信心，乃至依法实践，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这就势必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对于三宝、对于佛法以及对于佛法给我们提供的这条觉醒之道、解脱之道，它对我们每一个生命所蕴含的这种重要性，对每一个生命的重要性。当我们了解到它的重要性之后呢，那还有哪一个人不会对他升起信心和向往呢？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到佛法对于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重大的意义，我们还有谁不对佛法升起信心，不对佛法的修行升起一种向往的心？佛说一切善信乐为根本，所以这个佛陀啊，他说这个一切这个一切善法的修行都是以信和乐为根本。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信，信是这个信是佛法修行的基础，就是如果没有信，对三宝对佛法的修行缺乏信心，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就是佛法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信心，没有向往，那再好的佛法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信解行证第一步首先就是要信。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法的修行里边，皈依三宝啊，对三宝的信心，这是走上佛法的这个解脱之道、觉醒之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就是这个信乐，信乐非常重要。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虽然发心了，可是呢我们没有能够对这个努力的去修行啊，努力的去除过，努力的去修善，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对三宝对佛法的这个信乐不足，没有具备强烈的信心和向往。当然这种没有具备强烈的信心和向往，其实有的时候跟解也有关系。你对佛法的这个认识，比如说我们讲因果啊，讲无常啊，讲轮回是苦啊，讲这个解脱的意义啊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说法，我们还没有能够把它形成一种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没有能够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信解。如果我们对佛法给我们提供的这种认识和智慧以及修行之道，我们真正达到深信不疑，理解接受，完全接受，那我们就会，那我们这个信呢就一定会有很有力量，同时我们一定也会升起这种高度的向往，高度的向往，那么这样呢我们自然就会努力的去修行。所以这个信乐，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信乐的导因，如何让我们这个就是能够更好的这个就是精进修行，更好的精进修行。那这种精进修行呢，事实上呢也还是要对这个因果，对这个因果啊的这个的信仰理解和信仰。信乐本则为恒思业因果，就是信乐，这个信乐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恒思，要经常思维这种因果报应，经常思维因果报应。所以佛法呢以这个因果
因缘因果，止恶行善作为这个修行的基础。那对因果的深信，深信因果，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止恶行善的重要性，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到转迷为悟的重要性，转迷为悟的重要性。所以呢，这个吉天菩萨呢，在这里边又帮助我们对这个因果、因缘因果啊、善恶的因果啊，就是做一个思维，通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引发我们，这个就是对引发我们呢，就是升起这种精进之心。那么这里边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思维这个染业，痛苦不业欲，种种诸畏惧，所求不顺遂，皆从昔罪生。思维染业，就是染业给我们带来的过犯。所谓染业，这个染污的业，有漏的业。那有漏业当然也包括这个善和恶，善和恶，有漏的善业，有漏的不善业。那么从我们这个有漏的世间来说，在这个有漏的世间啊，就是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都是遵循着因果的规律，都是遵循着这种善和不善业，就是这个善和不善业，它会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首先就是痛苦不业意，种种诸畏惧，所求不顺遂，皆从昔罪生。在我们现实人生中有种种的痛苦不快乐，有种种的痛苦，我们讲到这个八苦，身体的痛苦，这个环境的痛苦，天灾人祸的痛苦，社会环境带来的痛苦，还有心灵的痛苦。当然这个是从我们就人道来说，如果扩展到六道，那三恶道那包括天道都有痛苦的，所以这个痛苦多得去了。那所有的痛苦啊，以及不快乐的事情，还有呢种种诸畏惧，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我们所遇到的各种这个畏惧，就是恐惧的事情，恐怖的事情，还有所求不顺遂，求不得苦。我们想追求什么，想追求财富啊、地位啊，很多东西我们得不到，没有得不到。那这一切的一切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不善业，就是不善业的结果。休息一下。